同佢合作咗155个星期，今次系第一次坐埋一齐。平时我哋唔多见面，因为人嘅感情系好难控制。最好嘅拍档系唔应该有私人感情。好多人翻工都系朝九晚五，我就啱啱相反。咁做嘅嘢其实好简单，久唔久去探下朋友。嗰啲人我一个都唔识，对佢哋都冇兴趣，因为我知道佢哋好快会消失。做我哋呢行最大嘅好处系唔需要做决定，边个要死，时间地点一早有人决定咗。我系一个懒嘅人，我中意有人帮我安排所有嘅嘢。I'm cool.